谈判官第二集中，毛琳琳饰演的夏珊珊身着亮片短裙，脚踩细高跟，香肩侧挎红色小包，盘起的头发清爽干练，把都市女人夏珊珊应有的魅力演绎得非常精准。夏珊珊是一个机智满分，敢于为爱情牺牲的女性。同样，夏珊珊其实在职场上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高智商女强人，只不过在家庭和事业的天平上，她的选择是倾向于和家庭的谈判。从夏珊珊这个角色来看，缠绵悱恻的爱情中柔和着对职业和情感的人生抉择。夏珊珊是当今大部分女性的缩影，为了爱情放弃工作的夏珊珊虽一心一意陪伴着事业有成的丈夫，却得不到婚姻该有的承诺。